来啊，帮我戴上，快点。哎，不对，你送我的礼物呢？可心，这个项链是我和木心一起买的。一起？不是吧？你们俩大男人就送我一个礼物啊？爸，你看他们怎么那么小气啊？两个人送我一条，你没准备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可惜，这样不行。你们俩说，这条项链到底谁送的？你送的，还是你？项链是刘若生送的。欧小姐，我知道你什么东西都不缺，一般的也看不上。这样吧，只要你有要求，我木青可以尽我的全力帮你完成三件事情。这也算生日礼物了？算，特别有心，我喜欢。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什么都能做到？只要我目前能够做到的都可以。那好，我缺个男朋友，在我找到男朋友之前，除了当助理，还要陪我约会。啊，跟你我说两句啊。我坚决不同意。木青是我的合伙人，又是室友兼策划，你把他给抢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可惜你要是缺助理呢，我来。温柔体贴，贤惠，会做饭，最关键的是我的二头肌特别适合帮女孩。好可惜啊，没有脑子的我不喜欢，就像你这样撩妹的我也不要。爱奇艺 Chillax 里帮我的地当的在意。